既然你看到了，就这样吧，祝你幸福。我幸不幸福无所谓，但我祝你一辈子都不幸福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这句话应该问你自己吧。我只记得你当初说过，你就喜欢我这个样子。我们只是不合适啊。你所谓的不合适，就是在等待合适的人出现，然后再给我扣上一个不合适的名号。徐小诺，如果我有钱，你还会这样吗？现实点好吗？小孩子才会说如果，大人只看结果。喂，我现在胃疼的厉害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下医？我现在忙呢，先挂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啊。是你啊，好巧。好久不见，你一个人吗？啊，我男朋友等会来接我。你以前从来都不吃零食的，这是买给谁的？给我女朋友买的。那个他还在那边等着，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几包三只松鼠，忙的时候来一袋，也不至于胃痛。你怎么知道我胃痛的？你忘了，你以前胃不舒服的时候，总叫我给你买酸奶喝。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说过会给我买一辈子的酸奶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记得，但我曾经也说过我没钱和我爱你，你最后是信了哪一句呢？哥，你给我买的零食怎么还没送到啊？哥，现在就回去。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是你。